十号，星期一，今天的行程呢，是白杨步道，昨天呢是提早一天出发，原本的行程是从今天开始，那我们提早一天出发，昨天住在大同岩顶360度，感觉的整个状况还不错，只是夏天真的是有点热，还好大同岩顶还有一定的高度，今天到花莲，可能 AKI 的部分可能就会有点热了，那没关系，这毕竟呢，是这次的主要行程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门了。这边是白杨步道的入口，这也是我们第二次为了来白杨步道而来太鲁阁的一个行程。那这一次呢，希望已经快达成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白杨步道今天有开，前面本来是有交通管制的，今天也没碰到，所以算捡到吧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去白杨步道。那进去之前呢，我们当然要先拍一下照片了，毕竟这是白杨步道嘛。OK， 我们来拍个照咯。OK， 我们今天终于进入了白杨步道。这个白杨步道呢，本身来讲，这是我们女主呢日思夜念想走进来的步道，但始终呢没有能如愿。那这一次呢，终于如愿走进了白杨步道，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行程。虽然步道很短，但是这毕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行程啊！我们现在终于走进了白杨步道，天然的什么冷气间，非常的凉爽啊！这个也是很少看到能够那么凉爽的步道啊！女主刚好点着灯，我走在她后面。还真的不错，我靠，你这样照我就看不到你了。能看得到吗 ？OK， 好了，我们继续往前吧。OK， 我们现在准备进入第三个隧道口。在过了这个隧道口以后呢，就应该是可以结束了，所有的隧道呢就算结束了。OK， 我们现在正式走进这个隧道口。凉风徐徐，中间还有一些引动。感觉上就是一个天然的应该讲冰库一样，还真不错。这就是在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你可以想做到的另类的景观。虽然炎炎夏日，但是呢它这边就是异常的凉爽，真的很不错。 OK， 我们继续迈开脚步往前咯。OK， 我们现在穿越第四个小隧道，那我们继续往前。这隧道更短了，前面已经有亮光了。OK， 继续往前走了。OK， 到了到了，通过第四个隧道，这隧道里面凉风徐徐，还真不错。OK， 我们要出隧道了，迎接着。是一个炎热的太阳咯，冲啊 ！OK， 这是为了拍片搏命的演出啊！今天带大家呢，走的这个鹅卵石，漫步而下。因为没有穿鞋子，所以走起来呢，下面全部都是鹅卵石，很恐怖。是走上面吧，下面已经走完了。那我顺便拍一下这个。白杨瀑布的瀑布，刚才拍照的地方呢，给大家欣赏一下，什么叫白杨瀑布？那我现在因为有打灯呢，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到，这是我们的白杨瀑布。进来的时候呢，要记得穿雨衣哦。OK， 我们现在要打道回府了，走喽。OK， 这个是我们的白杨瀑布，要先经过吊桥，然后。科普的结果呢，我们家小宝说这个才是最佳的赏景的点，
那我们现在就要从这边呢，去看我们的白杨瀑布。OK， 走了。这是一个吊桥，我们经过吊桥，经过白杨吊桥，走。OK， 先拍一张照咯。OK， 大家可能没时间来看白杨瀑布，我就拍白杨瀑布的两层。现在看到的是下层，啊，往上呢还有一层，啊，总共有两层，啊，这是所谓白杨瀑布，也就是水帘洞出来以后，往回的路上的右手边呢，走过吊桥就可以欣赏到这个景点。啊，经过360度的这个拍照呢，你就可以显现出，这个白杨步道为什么值得你来的原因。这水量之充沛啊，真的是无与伦比的漂亮。OK， 我们现在走过吊桥，要往回程走了，走喽。